风光岁月，祭白垩，产业展生机。休闲农业，造型意识地标。所以先从一号门开始，一号从地下，牛池水段、三重溪段，好，这以前的那个地层嘛，以前的地层嘛，地层嘛，他们还有一些话题。贝壳可以摸啊，那是假的啊，那假的。你看还有骨头，滴水之段，骨蟹口段，甘霖段。有没有呢？脚，下面都化石，下面都化石呢？真的化石，可能是假的吧？玻璃呀，一个景观呐、啊，那你知道说地理的化石的、啊？走吧，它是快速扰动啊，然后上面有那个水在动的呢，上面有那个水，这有水吗？哎呀，没有，扰动与沉积啊。沉积大自然的时间与空间，这里刚才看到那个地层，甘霖段下部，然后这个是甘霖段上部。甘霖段，一个名称吧，一个地层的名称吧。
请问这个字怎么念？咸还是蟹？不知道，滴子水断。过流段，三重溪段，不带小朋友，小朋友懂什么？你要讲解说好不好？牛屎水段，就我们刚刚走下来那一段啊。最高的那一段，为什么特别他用这一段？化石的形成，去转转看。先有死亡、埋藏、时间、石化作用、发掘、展示。来，顺时钟转，转转看。掩埋与风化，掩风化呢？按钮要按，要先按钮，起代表起风了。然后呢？然后风化，风化就这样子转了。没有啊，你要按下去了，这个按钮按下，然后电风扇，电风扇让它转了，让它吹了。啊、其实沙子都已经被吹上去了，所以你也吹不到什么。哎呀，有点波。科学之真，艺术之美。嗯。哦，这都化石的那个。哎，这是树叶的，树叶吗？啊。哎，这那是那种植物的松果。什么果？松果。蜘蛛。90到40万年前菜鸟，你可以从溪水那边走过去吗？从溪水上面走过去吗？走那边，走溪水，那边走，走溪水。发亮的是什么？你走走看。走过去就有互动的石头吗？还有，我刷一刷就会出现了。这长毛象呢？这是犀牛啊，啊，那是什么？都沙子。鹿。是吗？哦，鹿。鹿。啊，那一只哎，那一只是什么？昆生的搁浅与死亡，昆生是。那个南昆生的昆生嘛，哎，这个，好大一只哦！昆生是鲸鱼吗？昆生的搁浅与死亡，哦，这是抹香鲸啊。
大宝，我相信大宝于2015年10月15日被发现搁浅东石港出海口。这是艺术品啊，这是艺术品啊，画的吗？不是画的，好像有木雕啊，用木头雕的。是吗？对啊。然后你看上面都还有字耶，都还有字耶，好像在讲他的故事一样。恐龙，这不是恐龙。哎，这边往一楼，恐龙遇到象，往一楼。哎，化石翼啦。这个是鳄鱼吗？幻龙，这才是恐龙。海龙，黄果树安顺龙，幻龙，这个小朋友的幻龙，哦。恐龙跟长毛象呢？电光火石般的时空交错，新生代跟新智，中生代白垩纪，这是娃娃做的啊、哦，这布娃娃的，生存地质年代。距今约46亿年前地球形成，三叶虫，然后巨脉蜻蜓，寒武纪，混鱼龙，哦，始祖鸟啊，这个最有名，始祖鸟，课本都会读到的，然后侏罗纪公园最出名的暴龙。啊，始祖像，这怎么像河马？嗯，这怎么像河马？哦，然后再变成大象，长齿象，长齿啊，你看它的嘴巴不一样的，然后才变长毛象。哎，这个是《冰原历险记》那一只啊，哎。他都用那种毛茸茸的那种，哇，那只大象很大。他做的东西就应该都外国人。不知道哎，特色比一比，尾巴、后肢、前肢、耳朵、眼睛，为什么象牙又长又弯？真的又长又弯，啊，给他踩的感觉。哎呦，它是骨头哎，哦，不是骨头，是它的大便。啊？它的大便。真的哦。对啊。不只是坚硬的牙齿和骨头能保留下来，古生物的生活轨迹。为什么他们的大便可以保留下来？怎么变化石？大便感觉好像变成那个石头、水晶玛瑙那一类的。确定那是它的大便？哦，这一颗是什么？大象的牙齿。哎，所谓的石化就代表说它的形状保留下来，然后变成石头矿物质的那个样子。哎，大象的头骨，这真的还假的？大象的头骨，这是翻模的吧？大象的头骨，这个这边可能就放点喝牙齿的地方。大象的骨盆呢、啊？他们生小孩的地方呢？骨盆呢？骨盆呢、啊？这可能是真的吧？妈妈，你看这个是眼睛，喉
一根。嗯，你看那屁股有多大？这个最猛的暴龙的头骨，这很大哦。哇，这有半个身体那么大嘞！你看它还有牙齿。这要看侏罗纪公园才会觉得很恐怖。别过。暴龙的骨盆，它的骨盆，暴龙的骨盆，怎么感觉？它从哪里出来？它的骨盆形状很奇怪哦，中间那是脊椎。它这么小一根哦，从哪里出来？从哪里出来哦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我看不出来。它们是生蛋的啦。哦。重比一比。这个就是暴龙的挖掘到的身体各个部分啊，它的脚，这是它的爪子，一比一啊！如果真的有暴龙的话，它大概就这么大。尾巴在那边，你看那的脚印，很恐怖哎，那脚印，哇！这个是它前肢的爪印，好大只哦！好大只哦！好小哦！难怪侏罗纪公园那个人家看到它就赶快跑了。啊，这个是长毛象的，哎，长毛象的爪前肢的脚印呢，这么大，这个，哇，好大一个。以前古代的生物就是大。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大。这个是它后脚的脚印。哎，亮点化石，这化石好可爱哦，像一个骷髅头，身体像乌龟，什么钝齿龙类，窄鳍鱼龙。混鱼龙，哦，有这么小只哦，是很大只的。混鱼龙小朋友，这边又是什么？灭绝蚁，危机。这也是长毛象的那个。哎，所谓石化就代表你看他们都变成石头了，保留那个形状。为什么能够这样保存？人类才是地球上最大的危机。长毛象灭绝之谜。就是你，长毛象灭绝之谜。长毛象是不是都被人类杀光光了？猛犸象家族走遍全世界，因为气候的变迁，海平面上升，冰川消融，大量长毛象骨头所搭建而成，原始人类所居住的洞穴，所以这可以上去拍照。拍照请上台阶。
哦，有另外一只呢。这应该都是做的模型。恐龙灭绝之谜。有没有看到？那个陨石坠落的时候，还有一只小老鼠。有只很无辜的小老鼠，陨石坠落。人类才几千万年。特长军恐龙影像，恐龙蛋。好，那要从这出来。台湾瑰宝德式水牛，10万至1万年前。红海道路5亿年的缩时摄影，来，你看，5亿年啊，从海道路啊，文昌鱼、海口虫、灵犀，我们现在一边走，跨一步就是好几万年了。异齿龙，时间一直在走。哎，这个专门，哎，这个龙，五爪龙，那不是皇帝。哎，这个偷蛋的，专门偷蛋的，窃蛋龙，这一只啊，专门偷人家的蛋来吃的。那人家窃蛋？哎，始祖鸟，它是偷人家的蛋的，始祖鸟那一只。还有这种窃蛋，小小只的，就爱吃蛋就对了。他都吃人家的蛋，那不可能，蛋拿出去然后去养它吧？就爱吃人家的蛋就对了。嗯，他怎么可以知道他都爱吃蛋？弯鳄，哦，这是鳄鱼耶，所以鳄鱼也算现在活下来的恐龙啊。你看这都四种。嗯，老鹰、鸽子同为鸟类。哎，昏叫了，嗯，含昏叫啊，他在含昏叫的时候，骨头都没有留下来。啊，这只是什么？鸵鸟。这是真的骨头还是反做的？下就下好大了。
下身一个蛋脑红红的驴子。他附属在那个光荣国民小学旁边呢。这边是故事馆，这不一样的。不能去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这边没冷气，这边没有冷气啊，都雾雾的。故事馆一下子变雾了，故事馆，好，这边才有冷气啊。左镇区为台湾古生物数量最多、物种最完整的化石场地。当时西拉雅居民协助国际学者研究工作，化石采集渐渐融入民众生活当中，使左镇化石与西拉雅文化产生微妙的渊源。新化丘陵风貌，中文水库乌山头水库，左镇都是这里啊。左镇盐水溪、二人溪，左镇记忆菜寮化石馆。台北帝国大学，国立台湾大学前身，1931年。这个是关雕导览，没有播放。它用 Unity 做的呢？啊？用 Unity 做的。用什么 ？Unity。历史渊源。犀牛啊。历史渊源，1930年，台南左镇附近菜寮溪河床上，已经有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。台湾与日本学者纷纷投入采集与研究。后来光荣国小师生也在当时菜寮溪采集化石，由老师协助分类整理，并与办公室成立一角文物室。哦，这是菜寮探索时光西拉雅生活。这可能是当时那个西拉雅族的一些器具。所谓以前没有，不是古早以前，好不好？恐怕几百年而已。西拉雅宗教信仰，宗教神职人员由女性担任，称为安仪。Inibus， 阿利族、阿利姆、泰族，这个是他们的枕头吗？哎，那个，木头的枕头，头怎么那么小？睡不会，以前的人本就不高啊。枕头，衣服。西拉雅族以男子出醉，女子纳婿，在他们吸烟的烟丝袋、法式玛瑙项链，还有珠宝盒，哎，不输清朝那些呢。法簪呢？火烘，哎，火烘是代表说放炭在上面的。哦，他们服装很鲜艳呢。他们的家具比较没有什么雕刻。哎，这个是响囊啊，响囊，蟹囊，彩礼的，
就反正就出门就装东西的啊。哦，他们的房屋以前茅草屋。哎，鸟松文化是南部地区史前时代最晚期的文化，已经接受外来使用的铁器。哎，鸟松文化，哇，那个时候就有铜首簧、玛瑙珠、琉璃手环、陶片、铁刀。那个时候还有铜钱呢。嗯。大湖文化属于新时代、新石器时期晚期，距今3300年至1800年。不是高雄的。大湖，高雄大湖。是吗？大湖的。高雄的。湖的旁边就是大湖。锤石。哎，这个石头用来供物件，有孔石刀。哎，那个时候是石器时代。大湖在哪里呀？草莓大湖，台北。这个是牛稠子文化，距今4200年至3300年。那个时候就有那个陶房、陶盖，他们那个时候比较早期用陶的。用石头、石斧、石锤，哦，因为牛毛够贵。哎，也一样，各位当可看。以前他这个碗就很漂亮，有很漂亮的瓷碗。嗯。你看他的那个碗，竹叶那种漂配的，真叫高岁月。以前的桌子，用竹子做的桌椅。还有椅子，哎，怎么都小小的哦，真的是人不高。啊，这一张是养鸡的。你有没有看他们衣服小小件的？哎，对，跟那个小孩子一样。哎，以前真的都不高。嗯。怎么去萧家回来，我就觉得以前的人一定不高。哦，这个是打的，牛铃，就是挂在牛身上的，牵牛的，这是打糯米的吗？啊，这个是婴儿床吗？小小的，好小。蓑衣，婴儿车啊，这个以前婴儿车，他们好厉害哦。触碰。嗯，拍谁？还有摇篮。哎，他们都是用竹子，你看，竹柜。这衣柜吗？对。这个衣柜吗？没有，菜肚。哦。放菜。那这个就是床了。不会吧？这是桌子还是床？桌子。这根本不可能床的，怎么睡啊？还有油灯呢。它们全部都是用竹子编。嗯。这个是叶母啊。这剥鱼啊。捕鱼啊，这捕鱼的啊，我记得以前有这个啊。捕鱼的，这个水从那边进去，然后捕鱼的。嗯，这个就是啊，我去那个还有鱼叉，抓鱼的时候有那种鱼篓。嗯。这个大家庭开会的，桌子很简单。上楼。化石爷爷说故事，陈春木。哦，这以前他的研究啊，我
国采集化石的经验，他的笔记呀、啊，他的笔记呀、啊，陈春木菜寮联合壮丁团团长陈春木。你看他鞋子还有跑掉下来，你看他研究化石多认真，鞋子都破成这样，他的衣服啊都有跑掉下来。哦，他的手表，那个时钟，手表。啊，哎，他的那个用那个椰子叶做的扇子。菜寮的故事，哎，新港文书这个就有名了。1627年，荷兰传教士抵达台湾，在西拉雅族的新港设学习当地的语言，进行传教工作，并使用罗马拼音文字写成希腊雅语的圣经以及多种宗教书籍。新港社在当时广泛接受基督教，由罗马拼音写成的希腊雅语语文在新港社也成为最盛行，故称此种文书为新港文书。这个叫新港文书。嗯，他用罗马拼音把那个希腊雅的语言用罗马拼音把它拼出来，这个新港文书。啊，拼出来又我们也不懂意思啊。化石爷爷的心愿，学历不足是我这世人的遗憾。化石爷爷用一生告诉我们，知识和用心更加重要，惜福与感念各为幸福。怎么可以盖章？科学研究，早期研究，近代研究。好，怎么可以做？哎，哎，生命眼呱呱，哎，那哇，又起雾了，一下冷气，一下没有冷气，起雾了，生命眼呱呱。哦，生命的起源。独特的地球，地球是一颗独特的星球。条带状铁矿，哎，这个是铁矿。叠成石，生命的证据。叠成石，为现今发现最古老的化石，记录了原始微生物的生存与活动，所以它是微生物染绿菌进行光合放养作用，层层堆砌而形成的。你接接接接接接接，这个是染绿菌吗？没有了。它就这样动。嗯。寒武纪大爆发，早期生命的军备竞赛，所以那个时候各式各样的弱肉强食。
蓝绿郡叠成石记载了蓝绿郡的活动。蓝绿郡属于原核生物，出生距今37亿年前呢，是目前所发现最古老的生物。恐龙还久啊？废话，这是第一个发现的生物啊。海葵化石，尼米亚式海葵化石，孤样生命的涌现，寒武纪大爆发，埃迪卡拉生物群，日射水母贝化石，这是三叶虫吧？里面有养一只哎、欸。谁？你看里面有养一只哎、欸。哪里？这里啊，有没有像蟑螂的原型？哼，很像蟑螂哦。好像哦。倒的好像水族箱一样。有啊，里面好像养蟑螂一样。原来蟑螂那么厉害。哦，在这里啊，它的那个三叶虫啊，嗯，各式各样三叶虫，那个字念轰哦，那个一个雪一个雨，板竹轰，是不是像这种有翅膀的那一种？那是轰鱼啊，轰鱼不是有翅膀？那翅膀还是蝎子哦，毒蝎、嗯。那个时候就有螃蟹，螃蟹的那个化石。节肢动物的、啊，啊，这个是轰吗？他没写出呢，就这个，小小的，畅游古海洋，鹦鹉螺，这个也很有名，鹦鹉螺，直角石化石。菊石跟鹦鹉螺，哎呀，以前都好大只哦。菊石复原模型，模型啊，那一比一吗？以前的东西要看有一块块，像科幻片哦。连菊石，头足动物。你说这个像什么？嗯？鱿鱼哦。它套丢了。套丢了。鱼死。哦，这以前的模拟以前海底世界。以前海底世界很丰富啊。一款购物节，请问皮卡丘会回心的？谢谢。在那边要打分。谢谢，就过去。哦，都是假。鲨鱼。以前的古生代的海鱼啊，演化的天空。古生代、中生代、新生代。
你看为什么有那只熊在天上飞啊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它也在海底飞吗？没有啊，它只是告诉你这是中生代的，这是中生代的，这是新生代。新生代，你看鲨鱼，陆上的。不管陆上海上，它都能钓上去。哎，哇，下面有那个。你看那个长毛。靠天，上好只。走向脊椎动物，大陆漂移，鱼类，软骨鱼类，棘皮鱼动物。哦，这海胆，猎鳞鱼化石，中生代白垩纪。你看这些都鱼的化石。还记得什么？中龙化石。哎，《侏罗纪》里面的台词：“生命智慧找到出路。”鱼类开始上岸了。第三，哎呦，该变几下嘞？第三，鱼类与四足动物，鱼类开始上岸了，鱼食螈、吸膜螈，所以他们开始往路上跑了，所以他们开始有肺了，哎，绝鱼生物，肺鱼。有些在生命演化过程中，起源时间很早的生物，经历几次地球重大生物集体灭绝后，近亲物种皆已灭绝后，仍然存活下来。肺鱼属于鱼鳍、肉鳍鱼类，拥有鳃和肺。你看现在古老的鱼现在活着。古老的树木，树干。放大森林，哦，然后他们开始从鱼类一直爬上来，哦，龙源、竹鸡化石，鱼类开始往上面爬了，往陆地上面爬了。琥珀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侏罗纪世纪那个琥珀，这个就有价值。嗯，琥珀就是那个树脂啊。嗯，叫树胶。树脂啊。然后。哇塞，你看。他把那些蚊子，蚊子把它封起来，然后就有吸血，然后再把那个血液恢复成恐龙。你看，就是树的那个枝叶啊。厉害哦！这些都是那个以前树的那个琥珀哈、哦。你看，他就把那个古生物给它封在里面，封印在里面，就有没有？这个就有点夸张。这个是细化的木化石，木头的化石。你看有没有像那个大理石？你看大理石哦。嗯。苔藓植物，还一只蜻蜓被封在这儿，被盖章了。这是什么昆虫？昆虫化石。好，即将等一下。哦，这都树木的化石。然后变成恐龙，恐龙时代出现了。称霸海陆空的爬行动物，水栖爬行动物，空中爬行动物，哎，这是知名的生命树，恐龙之序图，连在树上，他们都是他们从哪个分支
分支然后衍生出来的，比如说这边从这边分支，分支成这一类，那、啊、这个从这边分支，分支成这一类。啊，这边的都长脖子的，你看。哎，那边都长脖子，这种分支啊，你看像这种冠龙、牛头龙、小鼻龙。树栖、鹿栖，光看他们的脚就很恐怖了。对啊，它踩到很痛。一个大拇指。哦，这个如果被抓到，直接刺到骨肉里面。足爪，恐龙和鸟类站立都是以脚趾、趾骨接触地面。哎，飞翔的起源。2003年，故事小盗龙的化石在中国发现，在中国，它们的前后肢都带有不对称的羽毛。不对称的羽毛是唯一能用来飞行的羽毛形式。原本科学家以为只有鸟类拥有这样的特征，新化石证据则显示，飞羽在鸟类演化出来，便已存在恐龙身上。所以恐龙身上本来就会有那些羽毛，然后慢慢衍生出来，变成翅膀，然后才会飞的。好大一只啊！抬头看，来看暴龙。以前看到暴龙，可能就这个高度，这个角度在看暴龙。感觉好像以前印象中的那个不是那么高。你看的可能是那种长脖子那个网龙吧？就它的爪子，前爪。哦，啊，这一只是头很硬的那一个。就是刚刚看到的。头很硬啊，他用这个来捶人家的那个。嗯。哦，机甲的矿物啊。原始中华龙鸟。哎、欸，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翅膀了、啊，就开始可以飞了。看那一只，那一只是始祖鸟，中华龙鸟啊，复原模型。始祖鸟会飞吗？会、啊。这个就是课本上面出现的这一只。中鸟课本上出现的这个，飞鸟恐龙，故事小盗龙，它指的是这个吗？哎，就是上面发现有羽毛的孔子鸟。始祖鸟轮奔标本，不是那个彗星撞地球以后，不是有那个老鼠存活对不对？那你从那分支开始分啊，分了鸭嘴兽、袋鼠，然后来来来，人入看，袋鼠有这么前面哦，来看。他分到最后，开始有一只猪，然后才有台湾黑熊哎，小白兔哎，后来进入冰河时期，冰河时期，长毛象，
哎，这犀牛。犀牛。冻熊。必吃冰淇啊，鸡甲山。它身体好长哦。哇，它熊啊，这是熊的形状啊。没啦，这熊的形状啊。那是熊啊，难怪它的动物动作很像熊，好大只熊哦。十五年前。木刺冰盛旗。哦，这个就是猛犸象。他们什么东西都好大。哎，为什么那些象会灭绝？就是人类把他们用他们的刺他们的，然后用他们的骨头来搭成房子。所以人类猎杀大量的长毛象。啊，几讲呢？逛孔鸟，它是很大型，可是不会飞的鸟，大型不飞鸟。逛孔鸟，哦，人类开始登陆了，矿物原料，哎，人类以前人家就在壁上面画石、画头、画画画的，这个是他们画的颜料，那他们画的颜料，他们开始在壁画上面画头。石器时代，人类系朴素。是你的，我的，你的，我的，没有吧？不是吧？哇！南方古猿物种，半人种群。复杂的声音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。发音 A。啊。来，一，啊一五六。灭绝事件。大灭绝，看看所有生物怎么灭完的。哎，云石，原来祸首就是它，祸首就是这个云石。嗯，五大灭绝事件，集体灭绝，地质史上目前已知发生五次大规模的集体灭绝。
橄榄云铁，闪闪发亮的陨石，这铁的铁矿的陨石，捷克陨石。渡渡鸟骨架模型复制品，恐龙蛋，化石馆，有几路？化石馆，哦，青蛙声音呢？千奇百怪的。水之精灵，蔡寮溪流域水中的瑰宝，贝类化石，这是鹅啊，牡蛎。下面老大，螺化石，海菊，下面那个，哦，下面还有，哦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扇贝，棘皮动物哈。哎，这是真的化石啊！这应该是真的啦，你看上面都还有编号。是脊椎动物啊，螃蟹。哦，小螃蟹。蔡寮溪流域前世今生。沙盘投影，那是沙林。哦，它依据沙子的高度，它可以算出等高图啦。你拿这个给他摸。可以啊，这可以，这让人家玩的、啊。你看叠得越高，等高图就会出现了。等高图是什么？就是山的那个什么高度分布的那个线的图啊。你敢全部抹平看看？全部给它抹平，那颜色就不见了。有没有全部变成海底啊？哦，犀牛哎，蔡寮溪流域生物群，佐证的动物群。哦，还有台湾黑熊。这只大犀牛，先看一下动物大典礼。40万年前的蔡寮的一天，等于40万年前就有这些动物了。还有小白兔，还有小白兔。台湾黑熊，黑熊，黑熊。哎，猕猴，太暗了，梅花鹿，他们40万年前，那老虎，40万年前的老虎很乖啊，有没有？就乖。哦，那个时候还有鳄鱼哎、欸，各种生物，你看像乐园一样，还有水牛，长毛象，来看长毛象，这么大一只。哦，老了，还有白头发，白色长毛象，海洋世界，哦，这只是，这只是什么？好大一个，你看它的那个脊椎，这是它脊椎呢。
这海豚哦。哦，这只是鲸豚呐、啊。鲸豚呐、啊。海豚啊。嗯，这鲸豚的化石。鲸豚和鲨鱼，这边全部都是鲸豚和鲨鱼的化石。你看，它是石化了。观察它的脊椎，就这么大了。它的脊椎，这是它的骨盆呢、啊？哦，这也是脊椎呢。它脊椎不一样，就一节一节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牙齿？胶齿类。爬行动物，爬行动物四脚着地的铠甲战士。鳄鱼的化石，啊，这都是你的牙齿啊！各式各样的牙齿。蛇的牙齿吗？还是脊椎啦？啊，脊椎啦，一节一节的，一节一节的啦。鳄鱼化石。这真的化石，哦，这么大只的鳄鱼，好大一只哦！考古要做研究啊，研究这是属于他们发现的是哪一个地方啊？是，我哪可以知道是哪一集？对啊，很厉害，没有发现一整只的。然后按照比例就把它画出来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还比这个。这个一节一节的，他们分得出来，要研究啦。这个在我们在山上可能不敢拆。哦，中空的哦。嗯。下面也是化石吗？很高嘞。哎呀。这得多高啊？一层。龟跟鳖，古板，哦，这乌龟的，龟跟鳖的，这它的壳吗？啊，这它的壳吗？对啊。本土英雄在地为王，台湾灵长类。灵长类的牙齿，猩猩，猴子啊，猴子啊，猕猴啊，台湾猕猴，他们的牙齿，台湾猕猴，哎、欸，台湾猕猴的骨架，踮起脚尖只为了健步如飞，肌肉快跑，这是什么？水牛，有蹄动物。知道了，骑一根四只脚的，两只脚跟四只脚的，跑得很快的那一种。侧形、齿形、蹄形。哦，所以他们的脚是这样的、啊，各种的蹄形、啊。啊、哦，他们的牙齿，野猪、鹿、马、牛，哦，这整只马的造型，
水牛。有蹄动物。像真的，诸葛獠牙，诸葛獠牙，这原住民最爱的野猪化石。体态娇小，气势如虹，小小动物，老鼠那一类的。野兔，鼠类，哎，野生兔，哎，野生兔，哎，鹿角，啊，猎人最爱，可以展示的，角色不同，哦，猎人最喜欢用这种麋鹿的头。这个还有在他的公园，这个好像是我们去那间那个谁，对啊，我说哪一间？你看一个墙上不是有挂一个吗？不觉得很恐怖啊？一颗头，然后挂在家里。那个墙上不是有挂一个镜子？你看都多残忍，一颗头就给人家挂在家里，然后连两个眼睛每天盯着你。哎，三枪头骨。三枪头骨那么小，三枪哎，三枪好像老鼠，三枪好小哦，三枪，鹿角化石，伶牙俐齿的肉食主义，无肉不欢。哦，这个是专门吃肉的。台湾黑熊、老虎，台湾还有老虎吗？这个是老虎。最佳拍照地点，来上去。早晚中国溪，这个就是那时候的犀牛，走路怎么像跳舞啊？我觉得它格式不够好。不是，动画没做好。早晚中国溪胫骨化石，下颚。啊，犀牛的各个部位。
感应区是怎样？可以用那个什么卡的吗？这不是 WiFi 的吗？不是，它那个是感应卡的。黑牛欧北邓，等等看。哎呦，用力一点，看可以转到彩券一张。头骨化石，最佳拍照地点。触控，好，看到犀牛了，看到犀牛了，好，拍照，四，第五个探索馆，佐证人之谜，台湾的地质依据地体结构和岩石性别。差异可分为六大区域。佐证人头骨化石。哦，这个叫佐证人。头盖骨，佐证人在研究。碳十四年定，碳十四定年，可以啊，进去啊。哎，他没开放啊，这里面是给你那个啊，告诉你怎么清理化石，清修复原专家展示，这不可以让你 DIY 去玩的。大象乐园，哇，这边全部大象啊，各式各样的大象。大象的分布，大象系，死长鼻兽。原来是长鼻兽而已啊，然后鼻子慢慢变长。始祖象，恐象，这哪个部分啊？臼齿哦。哎，他们牙齿怎么长这样？象牙，象牙，这个什么？哎，他们牙齿为什么长这样？好像臼齿是磨专门磨草的，因为他们都吃草啊。好，好像在上面可以磨东西一样，有没有像鞋印？有没有像鞋印？你看那个骨头好大颗哦！你有吗？你有吗？你有吗？这个是什么骨头？怎么长这样啊？下颚啊，下颚啊，这边下颚啊，然后上面就可以吃草，然后这边磨。哇，它骨头好大颗哦！你看那个骨髓。好的，
超大字。欸，他们的牙齿真的都是一排一排这样。点，又猜错了，要加油哦！哇，我得到四分。大象每一次六颗，问答题啊。一般野生大象的寿命大概几岁？60岁。象家族曾经，长长的象牙是大象的哪一种牙齿呢？门牙。世界上仅有的大象头部有什么和其他哺乳动物不同之处？鼻孔吗？鼻孔位置高于眼睛。大象宝宝出生体重大约是几公斤？100公斤。大象的耳朵除了具有听觉之外，还有什么功能？散热。好，走了。外面没有下雨了吗？最后一个，罗阳市法郎龙。在干嘛？要崩了。出来就崩了，不是彩绘的。